在亚洲拥有超过1000家门市的台湾锅贴水饺连锁专卖店八方云集，近日在南加州工业市隆重开幕。创立于1998年的八方云集，在2021年9月台湾风光上市之后，积极的计划将服务版图踏出亚洲，而加州呢，正是北美蓝图的第一站。台湾知名连锁品牌八方云集开业当天，宾客盈门，很多老饕从早上9点便开始在外面排队等候，只为最先品尝到这久违的家乡味。北美执行长 Stephanie 彭表示，美国八方云集延续台湾八方云集国民美食信念，提供经济实惠且高品质的餐点，满足个人与家庭的需求，让外食成为方便的享受，而非经济上的负担。We specialize in potstickers and dumplings and noodles and all at a very affordable prices. And because we are a one of a kind brand, we are planning to expand.And we plan to expand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store today, we hope that we can also just start franchising as soon as possible. 美国一直是我们想要跨出亚洲的第一个市场。美国这个市场非常大，那加上这个人种的多元化，餐饮的选择也非常多样。那我们相信我们的品牌这个锅贴水饺在美国市场应该成功的机会会相当的大。那我们也期望可以提供美国的市场这个消费者呢一个非常平价又非常美味的台湾美食。Congratulations to being the first. 开幕当天，工业市政府派代表送上贺状，他们非常感谢八方云集选择了工业市作为其美国首家门店，并祝贺八方云集生意兴隆。美国八方云集首家门市，除保留台湾招牌菜色外，另添加了符合当地市场的特色餐点，推出一系列美食，包含锅贴、水饺、面食、炸物、小菜、豆浆及创新手摇饮料，既能发扬台湾美食。八方云集近期在美分店规划包含南北加州以及即将启动的北美连锁加盟企划。中天中旺采访报道。